叔叔正在挑战指尖碎大理石。众所周知，大理石很硬，他能挑战成功吗？几天前，叔叔表演了一个手劈冰块，这种冰的硬度可以直接砸碎脚骨，每块冰平均厚十厘米，总共五块。我真担心他会骨折。深呼吸后，隔着屏幕，我都觉得手会受伤，但叔叔仍然可以笑。后他找到了废旧的水泵铁把手。叔叔还说是儿科。为了练就铁砂掌，他坚持每天训练劈大树。虽然他的手很痛，但他仍然坚持每天劈1000次。同时，他每天都在练习插红豆。叔叔说看起来很容易，事实上他的手指会很痛，但他不想放弃。只有这样，他的手指才能变得强壮。看到他轻而易举地戳破3块板子，叔叔告诉节目组，他的手指在灌篮时断了，但他为什么继续坚持？原来叔叔在中学时读过一本漫画，漫画中的主人公可以赤手空拳拔出牛角，这让年轻时的他十分崇拜，因此他向武术发展，努力练习。在这一天，他将挑战5块大理石板，每一块大约1厘米厚。一块大理石看起来不是很厚，但5块叠加在一起时就不同了。节目组只是用手指轻敲大理石，手指就已经很痛了。叔叔用绷带包扎手指，以减少对手指的伤害。妻子端庄地看着丈夫，非常担心他。你觉得可以挑战成功吗？叔叔深吸了一口气。这时，训练大厅的空气变得非常安静，你甚至可以听到叔叔的心跳声。3, 2, 1, 他成功地完成了挑战，但他的脸严肃，嘴唇紧闭，他似乎正在减轻他在刚才的挑战中所遭受的痛苦。妻子看到他已经完成了挑战，也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点个关注吧，太厉害了。最后叔叔悄悄地说，为了能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就必须不断地加油努力。你还想看他劈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。